爸爸，你要带我去哪儿呀？嘘，别吵吵啊！干啥呀，爸爸？你又要去抓谁呀？我告诉你，你要是再做坏事，我就告诉奥特曼。你别吵吵！你不告诉我，我就喊奥特曼。好，我告诉你，怪兽啊，要抓小朋友去，我现在偷偷跟着他们呢。哦，原来爸爸做好事啊！那我不吵吵，我也跟着。嘿，我抓住喽！嘿，赶快放开小朋友！你这个臭怪兽，放了小朋友！我们已经跟踪你很久了，你已经被包围了。巨人僵尸，小朋友快跑！哦，快跑！你这个坏蛋，看你今天往哪里跑！爸爸怎么收拾的？你们放了我吧，我下次不这样做了。小鬼，你说怎么处置？交给奥特曼。好。不要。